小朋友在空气城堡玩耍，从高处往下溜下来。小朋友在空气城堡一待就可以待上半天以上。国民党新竹市党部周末在景观桥下举办造势活动，出动了空气城堡，要和大小朋友来一场假日的约会，希望以轻松好玩的方式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我们希望，台湾的选举其实可以更轻松、更嘉年华一点，而不是一直的抹黑攻击。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亲子的活动的方式，带给大家在选举当中的另外一种正能量。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个热忱跟一个诚意。那么我们真的很希望台湾更好，新竹更好。那么希望不会因为选举而造成更多的一个冲突跟撕裂。所以我们希望用可爱、轻松、友善的亲子活动，那么来跟我们的民众来沟通我们的政见。亲子活动觉得蛮有意思的。很感谢现场非常多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来力挺哈。那我们新竹市议会由我们陈庆林议员跟陈启源，我们连来举办这一场。那明天的话，在我们新竹市北区敬福宫，也在这个时间会有同样的这样的活动。那我想这个活动因为得到热烈的回响，我们会继续的一直办下去。郑政前也表示，市民朋友在可爱、轻松、友善的亲子环境中了解郑政前的扶幼政策。同时，郑政前也主张零到六岁由国家养，国民教育下修到五岁。未来进入立法院之后，也将作为优先法案来推动。台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